再拜，三拜，恭喜完成菩萨准正事，今日乃五十年农历正月十日，中央三教国天主圣庙主正事率领中央众罗汉，也由观音文会执行副主委罗汉如率领众罗众罗汉，以及一个总经人员，一个信徒一众，以来参修，恰在完善菩萨主正行，庇佑中央众罗汉，阖家平安顺利，拜，再拜，三拜，坐下。中央众罗汉人家向观世菩萨求正行，并三鞠躬礼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礼成。